官武是忧患入胜的代表，除了是儒家的圣人，也是佛教的徛拿护法。听讲官武死了后，孤魂显灵伫咧佛教玉泉山，经过僧人普净开导了后，心生惭愧，而向大师求受三皈五戒，正式成做佛弟子，誓愿作为佛教的护法。相传元世祖因为尊崇佛教，封官武为佛教监坛，这是官武伫咧佛教地位法定化的开始。官武义勇相传的形象深入人心，是一部由人到神超凡入圣的伟大传奇。众神在民间，故事代代传，欢迎收看《封神榜·神之传说》官武的故事。官武甲张飞的误会已经解开啊，两位皇嫂有张飞的保护，伊嘛放心啊。即马只要找到大兄，因三兄弟就会当团圆啊。兄弟会当团圆，那安尼伊家己呢？伊的乡亲、太太、甲后生，因一家人什么时阵才会当团圆呢？算日子，官武离开改良嘛有20多冬啊。年轻又个美丽太太嘛，已经是中年的妇女。后生如果顺利长大话，嘛差不多有20几岁啊。看到揢伫手上咧算的同心结，引起官武的思乡之情。是应该回去看一下因母仔囝两个人，搁较应该回去看一下年老的乡亲，看一下老师也是丈人敖丙，看一下永远牵挂的父老乡亲。官武轻声讲着心内感慨，这份心情拄啊好何顺乾听着了。伊提议，即逝去济州会经过山西，甘要顺续回去故乡海良看一下大嫂夫人。官武早就想到这一点，只是现实不稳准。官武知影讲，路线会经过山西地界，离故乡海良还有300-400公里。尽管伊有一只日行千里的赤兔马，但是这一来一去，嘛都要耽误着3-5天的时间。男士有任务在身，伊早就骑赤兔马回去故乡了。对乡亲父老，对妻儿，对父母，官武拢充满着深深的抱歉之意。孙权感觉太可惜了，问了一句，敢讲无别个办法了是无？这句话等到是提醒了官武，办法不是无，只是。孙权看出官武的担忧，伊只是无想要耽误大家行程。孙权轻松地讲：“不要紧，讲看卖哩。无听到，我会当顺路去拜访朋友。”官武看一下孙权，这是一种感谢、体谅、敬意的眼神。官武有一位远亲，就住伫咧离济州郡地大约10里路的房家台湾。假使讲会当伫遐找到阿叔，无定着会当探听到一挂处理的代志。几工了后，官武一阵人来到了山西甲济州的交界处。即阵离济州只剩一天的行程。当日暗时，孙权对官武讲出伊的看法。孙权认为，官武占了袁绍的大将颜良甲文昌，假使去了济州，唔就等于自投罗网，难保袁绍未扣分报仇。搁再讲，假使官武愿意甲刘备做伙留伫咧济州，袁绍看在刘备的面子，相信未杀官武。但是安尼一日来，想要带刘备离开济州，就搁较恶了。官武也感觉分析得有道理，所以和孙权一个人去济州见刘备。当时
周冲回去黄油山吊一人马，将关羽留伫咧遐的一帮人马，直接带到古城，甲张飞的人马会合。伊家己就留伫咧房家台湾听候消息。关羽伫咧房家的大湾探听到阿叔已经亡身几啊年，本来怀抱着希望，会当有厝内面的消息，瞬间落空的感觉，予伊的心情变加真沉重。啊，这个老宅也伫咧，看起来应该是有人咧住。关羽想要伫遮等候主人回来，无定着也有一丝丝仔的希望。坐伫厝头前的感觉熟悉又个气氛，这是阿叔的厝。阿叔嘛有见过乌金灯，有这条线的连接。离开厝内面已经有二十多年，关羽第一次感觉到家己甲乌金灯的距离显得接近。缘分就是安尼，互人迷惑。既然互两个人相知又个相爱，为什么要互两个人互相隔开千里远，求不得苦呢？在故乡改良发生过的种种代志，一件一件又搁想起来，包括地方的恶霸袁德强行将乌金灯带回去厝要做细伊，予伊拍甲半小时，这件代志嘛亲像昨昏甲发生同一款。有一天，关羽为厝门口的树啊，压一支树枝落来，正准备要家己亲自动手做一支刀仔的时阵，一个人凶凶公公走来对伊讲：“丁兄，害啊啦！村仔口的三伯甲伊后生，去予关德这个恶霸害死了。而且伊还阁讲，你若唔过去，伊要找人放火烧掉这个村呢。”关羽听到了后，勃然大怒，马上冲过去，决定要害死关德。讲到袁德，伊是当地恶霸的头人，人生个相貌堂堂，看起来就是一位缘投的书生。但是做人都不是那一回事了。袁德阴险毒辣，要为了得到乌金灯，派人将乌斌打成重伤，强迫乌金灯甲伊结婚。关羽得到消息，无第二句话，将袁德打甲半死。也搁伫咧袁德的面上留下了一条明显的刀刻作为纪念。两个人也因为安尼结下不解之仇。后来，袁德因为作恶被人关起来，伊一方面派人监视关羽的一举一动，一方面马通角逐，找时间将家己放出来。当时，伊伫咧牢房训练家己，决定等时机到了，马上出来害死关羽。迄天阴暗真惊险，关羽走到三伯的门卡口，黑暗中突然出现几十名刺客，将伊团团包围。关德徛在刺客后边，对着关羽大声话讲：“今仔日就是你的忌日。”几名刺客冲过来，关羽马上提起身上的大刀，甲这群人对战。关德拿着剑，也伫咧人群当中冲过来。秘书敢那鬼大声话讲：“我要甲你害死，搁再将你的尸体提起饲狗。”关羽一个听到都生气，一刀斩断关德的剑。几十个人扑来扑去，一阵混乱。后来官兵到位，袁德一帮人做一声就散了了了。看诸神甲佛教之间的千百种因缘，诸神如何成为佛法的传播者？请好奇《封神榜·神之传说》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号码42274784，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来关心孙权进入去济州城，有看到刘备吗？确实，两个人已经见面了。孙权等妹夫要向刘备说明今仔的状况，刘备也是有戒心，赶紧将孙权的嘴甲暗呢。今仔脚徛的是关少的地盘，隔墙有呢，哪会当无小心惊醒呢？
老毕出门查看，确定门外无人咧监视，伊着急问孙乾：“有找到官女吗？”孙乾简单说明，二将军甲三将军已经伫古城相会，两位夫人即马伫古城由张飞保护安住，即马二将军的人就伫离遮无偌远的邦家大湾，等要甲你团圆。想要为元宵节来脱身，也得爱计划一下。一名侍卫送茶水入来，伊拖拖刷刷唔肯离开，引起老毕再度警戒。侍卫送来茶水，老毕甲孙乾拢已经啉完了，侍卫也无要离开的意思。老毕感觉真好笑，主人无头脑，下骹手人也无头脑。敢有人这么明显监视对方的事无？想起来也是真趣味。老毕借故招孙乾出门去放尿，在了这短短时间内，两个人已经参详好对策，明仔载就照计划进行。第二天，老毕去见元宵，提出要去荆州劝说老表，以下兵精牛足，家属合作。对打击做错这件代志，搁较有希望。元宵破冷水讲：“你唔免去咯，我早就派人甲伊联络过咯。”老表这个人死脑筋，讲什么也唔答应。老毕强调：“老表是伊的共宗的，由伊亲身出面劝说，联络感情，相信老表袂拒绝的。”元宵也是迄个款。别人讲什么拢有道理，也加在有一名敌队友，代志进行甲比计划中要搁较顺利。因为元宵家己替对方找了一个较好的理由，伫咧老毕准备要告退时阵，元宵突然讲：“听讲关云长已经离开做错，准备要来济州，一来我一定要甲伊抬死。”为颜良甲文昌报仇，老毕未明白的问讲：曾经你要想讲，若是有机会来讲，要重用关羽，即阵是安怎又搁要杀伊呢？失去颜良甲文昌固然可惜，毋过论轻重来讲，颜良甲文昌可比是两只鹿啊，云长是一只猛虎啊，失去两只鹿啊。却得到一只猛虎，看怎讲嘛是你赢啊！元宵笑笑的应讲，阮算笑的啦，只是唔知是安怎，甲单也无看到关羽的人影。恁是兄弟，那无你去找伊，顺刷说服伊，甲你做伙倒转来。老毕心肝内伫咧偷笑，那会拄啊好提起这件代志，也阁讲到了伊心肝内所想的。老毕马上顺着元宵的话回答：“这件代志，都委派孙乾去处理。”元宵同意了后，孙乾准备明仔载就上路。这一切都这样，大家拢真欢喜的结束了，也免欢喜甲想早。老毕向元宵告辞，准备要出城，无想到这外生机，元宵的谋士定计，担心老毕即个出城。强行的一个去都唔倒转来咯。伊向元宵提议，自愿对老毕做伙去。一方面是协助老毕劝说老表共同拍做错，一方面也监视老毕，提防伊私底下另外有动作。元宵感觉这个建议未歹，就答应定旨，予伊对老毕同行。老毕也无反对。飞地出城了后，再过台语也未慢。一群人来到离邦家台湾无外远的所在，孙乾记着头前的老树梯，讲二将军都伫咧内底听候。定志听到，突然扑通一声跪伫咧涂骹，讲参见皇叔，请皇叔下罪。原来定志并不是定志，伊是甘雍。甘雍是关羽的下骹手人，当时关羽斩颜良甲文昌的时阵，
甘用碳混乱倒去玩笑。迄个时阵，玩笑两三摆，讲要斩老毕，甘用惊被牵连，只好大家喙手，莫名定之。原本抓准是玩笑派来问底，无想到却是家己人。老毕欢喜的想要尽紧见到关羽，三个人快马加鞭来到房家台湾关羽阿叔的老厝头前。人世间每一件代志的转折，拢是命运的设定，其中拢有伊的含义。老毕三个人行入去厝内面，关羽当咧含一个中年的女子伫门口定咧练武。虽然看不清楚女主的全貌，不过为伊边仔的面、甲身材，甲看起来，绝对是一名美丽女主。查甫的手刻青龙阿维德，查某的使用双剑，两个人抬甲难解难分，老毕看甲戆去。等到关羽甲迄个女主一停手，伊真激动，一边行一边讲。二弟啊，大兄真想你啊！关羽卡只片对着老毕，听着老毕的声音，先是愣一下，然后转身就将老毕揽条条，口加真伤心。这到底是安怎？甲关羽做伙咧练武，迄个女子又搁是谁呢？关羽就大家入去厝内面，听伊慢慢啊讲。厝内底一位文质彬彬的老先生，伊是吴斌，是关羽的启蒙老师，也是关羽的丈人。第二位是身材官大，大约50岁老农夫，伊合作关定，是关羽的叔伯大兄。身躯边一位17、18岁少年兄，伊合作关平，是关定的第二后生，关羽收伊做客囝。大家上界好奇的是，甲关羽做伙练武的美丽少妇是虾米人呢？关羽往内底呼唤乌金钉出来，向大家介绍讲，伊合作乌金钉是我的师妹，也是我的结发弟后。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？这是冀州啊！现在关羽伫咧海中的亲人会出现伫咧这里，其实。这些卡合都是意外，或者是可以说是上天的安排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，关羽探听到阿叔几年前已经过身，老厝只剩这辈大兄关定要在。关定比关羽大10几岁，两个这辈兄弟在了关羽3岁时候也在海中见过面。关羽感觉都已经过几十年了，人事全非，家己也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。这辈大兄不可能熟悉家己的，本来无抱着任何希望，无想到关定回来了后，看了伊几目，都认出伊是关羽，也阁亲切地招呼伊带落来。阁较让人想未到的是，关定问关羽。你不是几天前就已经来到这，怎会这阵才来找我？关羽就惊感觉意外问说，他是临时决定要在这里停留的，现在会知道他要来的消息的。关定说他自己也不知道，是一位普净法师跟他说的。普净法师是关羽的救命恩人，上一次在定国时解救关羽了后，就去浑游四海了。普净法师怎会出现在这呢？而且他总是在关羽有困难的时候出现。原来普净法师离开定国时了后，就去关羽的家乡解良，找到关羽细汉住的所在。普净法师向村民说，现在大名鼎鼎的关云长关公就是当年得命去劈咱的帮闲，村民听到拢唔敢相信，少数年岁较大的长辈对帮闲也小可有印象，想起来就是迄个爱打抱不平、见义勇为的少年人，将来出一位大英雄，村民拢感觉真骄傲，
所以决定要甲官武同款，将因的姓嘛改做姓官。从此，这个庄姓房的家族全部拢改姓官。明仔载，请继续收看官武的故事，咱再会。看精华，听重点，一起来聊关羽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佩晨。关羽和张飞的误会已经解开，他将两位皇嫂托付给张飞保护。现在他要去找刘备，离三兄弟团圆的日子已经不远了。那他自己呢？他的双亲、太太和儿子，关羽的一家人什么时候才能团圆呢？孙权提议，要不要经过三星的时候，顺路去拜访家乡的家人呢？关羽早就想到了这一点，只是现实不允许。孙权看得出来关羽的担忧，他只是不想耽误了大家的行程。孙权轻松地说，没关系，说说看，说不定我还可以顺路去拜访朋友呢。关羽看了孙权一眼，这是一种感激、体谅、敬意的眼神。关羽斩了袁绍的大将颜良跟文丑，如果去了冀州，不就等于自投罗网了吗？担心袁绍会报仇，孙权提议由他一个人去冀州找刘备就好。同一时间，关羽二周仓回卧牛山召集人马，他自己留在冯家大湾等候消息。刘备想要从袁绍这里脱身，还得再计划一下。第二天，刘备去见了袁绍，说他想要去荆州劝刘表一起合作打曹操。袁绍同意了，可是在他身边派了一个谋士监视他。没有想到这个人是关羽以前的手下，他不但不会监视刘备，反而还会成为他的助手。关羽打听到叔叔前几年就已经过世了，本来不抱希望的他正准备离开，没有想到堂哥竟然会认出他来。进到屋里才发现自己的岳父还有妻子胡金定都在这里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三分钟聊关羽，我们下次再见。诸神甲佛教之间的千百种因缘，诸神如何成为佛法的传播者？请好奇《封神榜·神之传说》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号码42274784，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